哎，而且魔攻28，也是一个新理解。哇，他断了，不行啊！不要讲出来啊，等下对面就抢。好，我就跟你讲。哎，狗头，你要那个？哎，真的来刚我们嘞！突然进来来刚哦！啊，不行啊，你红被放眼了。 啊，我们直接练他们的红啊！哎，伟玉，去下路啊！你在干嘛？你要练他们的红啊！哎，伟玉，去下路啊！你在干嘛？娘娘你有啊？你让我们打你快啊！伟玉过来。 喂，乖乖，你来不及了，我们打你啊！我等等直接TP。是啊，我是怕对面超猛五个冲进来啊，我说在这边等一下。也是啊，也是一个理解。我 face check 一下，没有，丢不到。啊，可以啊，我留中哦。靠腰嘞！我要送了，匿名过去了，去支援。 好，退退退，可以。我直接TP去下，我直接TP去下。欸，他没点蓝嘞，他直接炒我，是个理解。他直接炒你，他这样捡他打死你。我差点死掉，真的。那红币其实没什么用啊。自然你。 索林老师啦，干！哇，你这种，你把手被男人干20几次，<笑>不爽哦！哎呦，我操，悲剧啊！哦，金牌！Yes。 好幽默！哎，哥哥，你等等，过来吃一次就直接过来下路啊！等我三等再走啊，因为我只有一等的一进不来中。所以我现在要帮你啊！对，你先帮我。等等，你要小心那个李星，我们二打二一定会输哦。不会啦！哎，哇，他直接给我红牌哦！别吃啊，不用急的过来。是一个奇葩。 这点哦，集中一次金牌。呵，对，你就过来露个脸。给他们一点压力。你这给什么压力啊？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他们吓到了。我们再等一波炮兵，再等一波炮兵。啊，推，马上拿下一波看可不可以推掉。别下一波看可不可以推掉啦？有防飞红啊！ 我们已经点到半条以下了。等等，你要知道，就推掉的时候最危险啊！黄飞鸿一出来你就爆了。拜托，进化掉闪现加一，你觉得有那么好杀吗？不要怕，这样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 teleport。对，是下一个红要帮我守啊。我看你也不用 teleport 啊，你直接走啊。哎呦，黄飞鸿来了，黄飞鸿。 哦，差点就被黄飞鸿。还站要叫我啊，都会提兵的。黄飞鸿还在上路蹲草丛。啊，中路消，我还四级。哎，他消好久，他是不是回满？哎，没有黄飞鸿，黄飞鸿不见了。哎，那个中路消超久的。啊，哎，黄飞鸿回家，黄飞鸿回家了。 对，下路要被落，突然要被逮捕，要抢。我一下TP啊！那个龟狗，等下帮我撑个钟。哎，上路盾没有闪现，他直接闪巢我们，还是蛮鸡爬的，他直接闪巢啊！我们连塔他还没摸到。完了，你要吗？你要我补？那你要他演吗？哎，下路 TP 过来，TP 过来，不要给他们推，TP。哎呦，好，没有，我都过来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让我们推上，我们推上，他没有。哦，真奇葩，连我、啊，哎呦，他进场了、欸，有病啊，这两个。哦，他这边疯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他们在背着我们，他们想要。哦。刚刚你要回吗？不想回啊，需要。那等等我 TP 过去啊。不行不行，我们下路要先守住。哦，快死了。哎、欸，上路推快一点哦。推了。我没有，我们下路哦。哎、欸，神哎、欸，小心被抓！我们神经兵啊！我们这波推掉，这波推掉奶茶，这波把他点掉。我们站分开，不要被逃两，站分开。哎呦，他想勾你耶！小鸟来了没？哦，好，我 TP 过去。我觉得下路要放哎、欸欸，下路放，下路放，我 TP 过去。啊，刚刚好换掉，看我点掉。小龙倒是要注意一下。对啊，他们是李欣啊，要注意一下。可以啊，那个圣，不行，他马上吃龙了。哇，我放眼很好看，可以了。放眼望去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好了，我可以回来了。我推的那么爽，先帮你推一波再说啊。啊，全部推过去没问题啊。那个龟狗，等等啊，你也知道、啊，我黑了，等等啊。Their death awaits。哎，那个剩六等哦，你们自己注意。对，我 TP 刚用，完了。就是你们要注意吧，那个剩100%的。哎、欸，他们没有换回来哦，他们没有换回来。他们换，他们换，换来上路了。哎、欸、呦、哦，你们这个可以，这个。这个机会就来啊！先不要、啊，太危险了。我说有机会啊！你米有飞，胜有大，感觉。感觉我们消失了，会不会应该搞到歪掉？可以啊，我现在那个三等的一，他们破塔速度超级慢的。我怕人被偷，换你去守。好，等你过来。Yes。感觉浓的不错，哎呦，差不多啊，哦，不错不错，他不肯带服你啊，你是神秘的吧？好，你先。小心黄飞鸿哦！冰块没了，哎、欸，不要压那么深哦，秘密跟黄飞鸿都很猛的。你要先确定你行啊，没有旅行就先不要。啊，直接瞬间，再砍几下。我怕会被匿名各种。Q 龟狗上路来打一波、哦。来。那个圣甲敢飞，你们就破下路。好、啊，开啊。先那个射雷击。哇、oh, ，I'm the beast！ 推！打！哎，圣杯断，打！砍他！推啊！啊，拜拜。哎、欸，赶紧哥继续推啊！不要过来！哎、欸，黄飞龙到下，黄飞龙到下。还好，赚了100块。他多拿一个手叉。应该是没有人敢带粉底的。快点，我们要塔，小心点。完全点不动塔。你们下路还点得动吗？点不动啊，有黄飞鸿。飞狗，你应该有 TP 吧？68秒。Their death awaits。你先来上路补一下，因为我没魔。哎呦，他们烧小龙没有？我怕我上去补就没龙哎、欸。那你要掉塔还是掉龙？还是要补啊？好啊。来去菜家吃水果。来去菜家看有人吃水果。老灰，哥真的有病。小心被勾，小心被勾，你一套就一秒。定了，有黄飞鸿，有黄飞鸿。好啦，我啦。哎，不要黄飞鸿上，对。黄飞鸿对。倒灰。我们走得住的，要推哦，不是有匿名啊？
匿名没有大，匿名没有大，他没有大。匿名大跟匿名大路，他跳了。他们三只哦，不要硬打，不要硬打。我会勾。没差，他勾到你是不可能死，勾到我才有机会死啊。小兵这两只就退哦，但是他没逃，他没逃，放狙点，狙点。我们俩在两人，好像在挂网哦。我们下一波点掉，我们下一波点掉。你冲动了，拜拜。哦，忘了还有虚弱，我以为他上一波有用掉。对，稍微分开一点，你左边一点。哎、欸，我以为你开大，烧烧烧烧烧，哎、欸。可以可以，塔我塔我塔我塔，对，不会死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可以放掉了。这个算是闪逃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你退退退，你那个位置，你那个位置不好。那匿名有大了，我觉得。来、欸、放有，放好神，好神哦，一打三。啊！还有光盾哦。爆了！你有没有大？没了。没有大，那你过来也没有什么用啊，推一下兵吧。我怕匿名飞啊，下路差一点点，可是我怕匿名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慢稳一点。我有 TP 啊，龟狗，你推完一波直接来拿龙啊！哎、欸，可以拿龙，可以拿龙，虽然我没中旗。圣美闪现，圣美闪现。黄飞鸿在上路躲来躲去，射一击在上，直接开龙。先把这座拿下来啊，然后直接拿龙啊。圣美闪现的。我也来了。你们可以考虑刚刚他。其实还好哎、欸，剩五十五 CS， 我也只有五十。直接推了，直接推，直接吃，同人直接吃，直接吃了，直接吃啊！我们五只，他们才三只而已，大不了。开大想怎样？看一下吧。重点是我没中级哦、喔。天哪！没中级。我留招，留招，留招哦。留招。可以啊，我中招，中招。我最神的 Q 啊！哎、欸，我没有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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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退不掉啊！他们已经，哎、欸，我要打，回来打，回来打，退不掉。啊、我搞定你，我搞定你，不行啊！他们人都到了，完全没有魔力呀！我操，每次都是我死啊！哎、欸，他水球不错，退退退，直接退，我没有魔啊！我操！人生人生最最是最最堵拦就是被桶神卖啊！不是卖啊！我看我那样子我也跑不掉，回来还可以换到一两只啊！根本连一只都没有换到，只是不想要只有你死掉。不要再贪，不要再贪了！但是你们烂呐、啊！我好说他。我操！我卖命换你的命，还呛我烂哦！刚刚就不要理他哦，那死那死。土生土生啊！就是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呐、啊！我操嘞！骗我！我一扇那个。一大师，你帮我拿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就过去。屌你、啊！桶神好雷哦！桌上在。我好雷。先去推一波。我很快啊。往好度想，起码我有冰吃啊，这个死药没差、啊。哎、啊，你们吃龙自己不留魔力，扯到我头上。我本来就没魔力啊，怎么不留魔力？那没魔力就是雷啊，雷。而且刚那个是我们，而且刚刚没有动敌，我们不留魔力。再打几下。不留魔力还危险哦，我跟你讲。OK OK OK。你那么快就要 BD 了，你的装备还不够吧？你有 TP 吗？我没有啊。你没有，你先回来啊！我有 TP 啊。好、啊，推得很开心啊！我们等下搞这个，搞中路啊，中路的塔。你下路先带、啊，我先把下路带过去。要红牌王哎、欸！哇、哦，很多人，他们多。黄飞鸿在下，黄飞鸿在下。要给奶茶开战。啊，要飞最高，好像飞。我。对啊，不然我开不了战啊。我也开不了
我们这组合要怎么推塔？我只能被开打的。都 easy 啊！啊，点塔为主啊！可以啊，他们一上一下，哪里顶多圣飞过来。好好好，打，推推推，点塔。他不走中塔，他没急，蛮急怕的。中塔。好，他点到八，点掉。好的，打。开战。啊，对，后面。我操！你这个皮太神了，无言都会站。这个你换我，别说啦。A G 被勾到。啊！李奇那个踢超神，我们被踢到四只吧。超痛的。不管，我要分推了。Fear to tread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If it is your wish. 啊，我不知道。我有 TP 啊，你红给我红哥哟。Do not try.差点砍下去，我以为你是主点一的吗？啊？你一下级的？一三的呢？副点一啊，不是主点。There for grace I go。这是一个玩 solo Q 的节奏。你有 DP 吗？我有。韩哥，这个风向就是不要出，先别出点书啊，先买那个催化、啊，他一定要越快催化越快时光越好。花子啊！哦，他这样子出又不出时光啊，也可以啊。只是像这个风向，我们有点逆风哎、欸。是。哎、欸，那个有 TP 有 TP 有 TP 有，杀！啊，他没有死啊、哦。我不帮我放个大，你也传太慢了吧，哥哥。后面有匿名。我的买装啊，我刚刚没装备，就是进来玩弄自杀的、啊。哦，睡。这边是连匿，怎么连匿名也光盾呢、啊？你没讲，我还没发现呢、欸。他、啊、那个饭没有死，有点扯。他最后在点那灯，他拉灯了。那我刚刚为什么没传？就是因为没有电刀、啊。我回家买才换船，别再说啦，够啦，感觉这场就是个雷哈、啊，我感觉你，哎、欸，你有感觉你存在感有点低，没你低啊，哦，没我低，你知道我刚刚 Q 一下那个反半条啊，够啦，半条啊，够啦，外母丢，拍谁啊？快点，It is never ending. 哎 ，OK 吗？我觉得不太 OK 哦，先搞这只啊。你怎么剩一滴血啊？不，你怎么剩一滴血啊？推他打完，难道满血吗？那推他打完，赶快回家啊！我差一百块魔剑，我拿个石像啊。刚差一点魔剑，我要赚一点。If it is your wish, 给我，我差一点，大只给我。他们在吃小王。别说了，这一看就要放啊！放！看你们哦，可惜，哎，我鱼就是个二啊！我刚下意识刷过去，就发现龙还有半条血以上，饿了。啊！感觉你应该打完会战，小龙要出教回家了。为了贪图那个魔剑，那你现在出魔剑了没？有蛮猛的哦，二十分钟两个大装哦。哎、你不要讲那么多废话。你有强化那个吗？召唤师技能吗？那个龟狗。你说重击哦？那个是传送啊，通用那个点那个。没有。
啊，你现在传送多久？300秒、啊，那传送那又不会减少。我说你还是多久？你还是300啊？那点是变3.5秒到吧？不是啊，他说召唤师减，召唤师 CD 减少。我问你现在传送啊 CD 多久啊？150秒。哎，那我有点吗？我现在是144。没有啦，我比你晚传，就一样。6秒。你看一下 CD 多久啊？你看一下原本的 CD 多久？会 CD 300秒啊，三百秒是正常的。300啦。如果你有点，如果你是点09的话，那应该会。我知道。200多秒。哦，我们真有 TP 在打，我觉得那个 TP 打法有点猛，各种让对面焦头烂额啊。我现在有装了，我觉得我可以 carry 了。你觉得那不代表可以、啊？真的、啊，我刚一棒反半条啊，反被我敲成什么都不知道、啊。应该没那么多吧、啊？还要加我的普攻加 Q 啊。好，一棒半条，那就是这个嘞，才七百多滴，还要再加这个，这叠才108。对啊，怎么可能那么多？一血饼吧，大招很猛的、啊。他有3项啦，有可能。没有，不可能的，还要再扣防御耶。不好意思哦，他没穿透。It is never ending. 李星喝400的，李星喝400。75 TP。我也有400。这里有一个眼，然后东路这里有一个，东路也有一个。哦、他马上要过来了，他们亲我们也去了。等一下，哎，凯恩哥，上，那你要下，家里要 PPQ 啦，哎、欸，龟狗，那位置啊，没有。红 buff 你要吗 ？OK。我操你超狗的、欸！你看，偷刷我是鬼。哎，你还早说啊！这边的你有菜吗？我有 TP 了，我上路单机一下。哎、欸，你猜了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开战了吗？没有吧？踢馆，开战！他踢一个神破啊！他根本就是统神啊！他踢一个神破啊！他飞进来，统神翻版！不行啊！不要冲了，他不对，后面有立命哦，怎么有个卡？哎呀！哦、有点痛哎、欸！你，欸、会不会哦？不错，棒棒哥 ，carry 啊！敲回村庄啊！我觉得我们 TV 还蛮猛的、欸，我等下带蓝的那个。我看你等不要传好啦，你直接 BD 好啦。传过来有跟没有一样啊？等下不传牛再说，我在睡觉。哈哈，装坑。不，我这感觉不到你有什么伤害啊！我们就帮你砍他半条，那你说没有用？好啊，有啦，有伤害啦。你配眼镜啊你？有啊，我已经配了。你有没有戴？也是啊。炸啦！安哥退哦。知道。差200块而已。哎，他们过去了。差眼。我要吃吧。你有 TP 啊，龙神？你没拆掉啊。他们过去啊。我感觉要吃哎、欸。我有 TP 啊，我看一下，我刷一下看看。桃夹包，一面桃夹包。这半条。二枚 TP。直接开大。三。开大。没差。来，开大，直接走，
这个会带引进啊，跟你讲。哦，他们那个。哇！这个杀。哎，反杀！反反杀！反杀！反！杀上，赶哥上，赶哥上！我找个位，我找个位。两个都往后退。往前跳，会被射死啊！不会啊，差点就被卖了。后背要结束。那他没沙巴龙，我被蒸发哎、欸！我第一个进场被蒸发，或许你应该在 BD 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要过去。没有，你之后等我们吃到一半传过来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啊。你太软了。没有，其实他传的差不多，因为他们吃蛮快的、欸。别说啦，你知道，连我都被秒啊！我那个一个钩子，一个金卡，然后反弹推墙，剩什么嘲讽，我动都动不了，三千滴血就没了。没关系啊，我要多充一点物防吗？物防，看你怎么死啊！死亡笔记本，这死不，请打开你的死亡笔记本。哎、啊，我现在没有 TP 哦，我还偷刷、啊，有这么穷哦？怎么那么穷？你才是穷吧？你看你的 CS， 你一直吃上路的兵，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啊！你去打会战，你上路我来玩江狗好了。你去打会战没？那狗头家的 Q 的浓速看起来就是打江狗的，就是单机哥啊。等下我 BD， 你要说我神的。我需 要去打饭，他们饭超肥啊，就一六啊。我要用性命去抓他吗？他有水银啊，赶紧哥你不要用性命抓他、啊，他有水银。呵呵呵呵呵。小龙出了，小龙要吃吗？他在吃，没了没了，那个是不是他吃掉，他吃掉了。他的 bug 就是，如果他在某个地方出现过，然后突然在每个另外一个地方出现，他会在原本的地方闪一下。对，一直有这个 bug。应该可以干掉他们了吧？龟狗两只而已。四十 S。降落匿名。哎呀，这里有一根眼。哎，我去推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可以。好啦，你有 TP 你就去推啊。反正你本来就是到最后进场的、啊。我拿个红，我拿个红。别搞！我本来要偷拿的。一只啊！我差150就叠到魔剑了，快要了。哦，他们想吃吗？没有，他们在猜眼。不行啊，视野已经快光光了。拜托，我没有神眼睛。不要怕，哎、欸，你不要讲出来啊。好，等一下要进去被猜。对啊。哎、okay. 欸，上路，狗头要饿了。哎、啊，抽时间，龟狗 BD， 龟狗 BD 快。那我们两个收呢？啊，好，新兵有圣，我根本砍不掉他、啊，不行，我回。有我也 BD， 还有卡萨丁娜。哦、我手残按到进化，好肥，好肥哦！这个塔放掉了，没关系，这塔没关系。哎、欸、呀，被勾到啊！啊，我了！我跟你讲，放掉，你要回头。为什么被勾到？那塔守得住吗？不知道，我一死了就不一定了。我来支援，我来支援。怎么，感恩哥守护家园？机会，那个立命没有写哦。要修哦！好的。别让他升过来，他们三只，先杀板，杀！nice， 感恩哥你要杀板了、啊，你可以杀到他、啊。杀！为什么？无言了，我再感恩哥雷了。我刚刚丢到饭呢、欸。我一出去也死啊！我刚刚干嘛？你又不用出去，那个手一定守不住了。而且你还不小心按到进化。对啊，哥还是最恶的。没有啊，你刚刚就算有进化也是死。不会，我被勾到立刻进化往后移，不可能会死。看他没有闪现没，一命刚一个神奇的闪现。我也有闪现啊，只是刚刚完全按不到就死了。刚刚范正要一格血。
你要考虑我的技术很差的问题啊。哎呀 ，Q 留一次给我 ，Q 留一次给我。往好处想，感恩哥叠出起码九成，有九成功力了，很猛的。哎，下路给我，下路给我。这他们是花了黑啊，神眼被发现了，他们继续吃啊，他们继续吃啊，你要 BD 好了啦。BD 啊，剩没有大，你要继续杀你，你赶不过来，你绝对赶不过来。好，我们守，我们守，我们守，冲冲冲冲冲！接大盘，接大盘。还有半个。我来，往后拉。来个车辆，赶个胎。往后拉。不要开，不要开。帮我回血，帮我回血，帮我回血。好，不要开，不要开。好，偏到，偏到。非常好的会战啊！我感觉拆的有点慢啊。没有，刚刚在。他这个魔攻也是有点速度的。还可以啊。哎，这一定要守啊！我等下有守塔。守塔。快点回来，赶紧回来。啊！完蛋。哪个回来了？奶茶又雷了。我第一次雷，那边又。剩回来了。哎，前面千万不要打，我没有打，我没有打，那伤害差很多。没有，他们也少一只肾，他们也少一只肾。他有大局才重点。那蓝没了，没了，蓝 PPQ 啊，没关系啊。刚刚本来是想传过去帮你拆的，没让他们吃。没关系，看能不能骗他到。他们又开动了，他们又吃了。我操！我一直想吃哎。我操！他们这个血量也吃，这次一定要让他们清洁溜溜啊！哎，龟狗追上，追上！你考虑一下进去的时间啊。你慢一点，你全龟狗。知道知道。哎，又没了！冲！来。半仙。你中级好烂哦！我死了！哦，好痛！这这么难中。快退！快退！我不练习了。你动机好烂哦！刚刚是不是他们有废哦？他没有，我们他没有斩杀你一千滴的，我就直接中啦。他 Q 了，要不要守一下这个塔？要啊，来，等一下要记得找机会放一个大绝，放大绝，大绝。根本没有作用。我好痛！哇！哦，直接被秒。他们好痛哦！他要输了啦！守住了。哇！感觉可以赢的、啊。哎，中午那一次他不应该啊！我在那笑什么？我来看那个。黑人的影片，像屁呀！屁呀，他有两次，他拿两次，好开心哦！